首先，谢谢我们赵旭法师的慈悲安排。然后这两天又看到赵旭法师比以前更热心、更热忱，懂得照顾别人，面面俱到。我想学佛就是要学这种热忱，这是我做不到的，我跟他学习。然后呢，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今天是我的出家剃头日。那为什么要说呢？因为我们出家大部分呢，在台湾都是为了父母出家啊。那我因为我的生日是过两天就生日了，所以我就跟我师父说：“哎呀，我生日到了，是父忧母难日，你就赶快让我出家啊，我才能够报父母恩，也希望我父母可以过得更快乐一点。”所以，当然后来我师父一听。他就说好，好以后，后来电话就来了，我太太就来哭了，所以我师父就离开了。这样，那后来我就自己剃头了。这样，所以他们这是，然后后来我，因为这个出家也是自己的事吧，在我的师公真华长老的正式帮我剃度，才成为一个出家人啊。所以出家，简单的说。那出离自私的家，所以也为了要出离轮回的家，所以我师父经常叫我穿这个衣服在街上走来走去。他说你走来走去，就让人家看到三宝的形象，就功德很大。就像各位手上一定要多带着念珠，因为你带着念珠，人家说哦，那是拜佛的，那是念佛的，这个就有。功德，所以法会一开始，我想就像刚刚我们赵旭法师带着我们念佛，我们祈求三宝加持，祈求阿弥陀佛降临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祈求阿弥陀佛乃至三宝降临呢？因为我们想要帮助众生。大乘佛教的重点呢，是为了帮助众生。就像很多人很喜欢念佛，念佛不是念给自己听啊，念佛是要转化我们的烦恼，念佛是要帮助那些孤魂野鬼离苦。所以我每次到欧美国家来，我就比较积极。为什么？因为欧美国家就我们这几个在念佛啊，95%不是念佛啊，所以我也经常去欧美的魂牧区，去那边你会更认真念佛啊。希望他们往生以后能够升天，也能够有机会见到极乐世界。所以我想，就像我们的父母没有在念佛，我们做儿女的会多念好几倍给他们。那我想在这种环境里面，你比较容易认真啊。所以我很喜欢去屠宰场啊、红牧区啊。这次去欧洲跑了很多集中营，我想在集中营里面，你他导游会给你介绍那边的痛苦啊，等等等等啊，所以那种苦难，你会觉得更想要念佛。那面对苦难，会升起两种心态，第一个对自己就是出离心，就是哎呦，我不要那个苦，太痛苦了啊。第二个对别人、对其他生命，就希望他不要有那个苦，这个叫大悲心。所以学佛大概就是两个心态，对自己。要有解脱生死的决心啊，然后面对到其他的生命，你会有升起大悲心。那为了升起大悲心，所以才发愿一定要成佛，这个叫菩提心。那为了要成佛，所以我们劝人家念佛，因为念佛容易成佛啊。所以这就是学佛的一个基本心态。我们再念一次，来，出离心，大悲心。菩提心啊，所以我想学佛没有深跟浅，就是说你如果抓到重点了就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
大家来合掌，来祈请佛菩萨降临。而且各位你要相信，我们祈请佛菩萨降临，请问佛菩萨会不会来啊？所以他叫佛菩萨，闻声救苦，不可思议。那合掌的时候也要想，因为很多外国人问我说，你们为什么要合掌？我想这一只手代表佛，圆满了，这只手代表地狱鬼道畜生道天道人道那个轮回呢，所以我们要把佛的这种大悲智慧帮助受苦的众生，这叫合掌后，他就会觉得很好啊。这个合掌就是要以佛的这种圆满来帮助不圆满的受苦的众生。这只手代表智慧，也代表佛的菩提心，这只手代表对众生的慈悲啊。当我们很认真的祈求佛来帮助众生，这个时候我们叫空性，空性无我不自私，所以我们合掌的时候就达到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合在一起。所以佛陀说光合掌就有十八种功德啊，所以以后各位照相啊，这样最美啊，照相来合掌。那有人还会中间打开，中间为什么中间打开，就代表空性莲花啊。那有些我们标准是这样，但是他们有时候在修法 会有点打开，打开因为是在密宗里面他强调的是空性啊，空性里面像一朵莲花。但无论如何就是用这些来表达我们的动机啊的心态，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态来祈请佛菩萨，来菩提心大悲心空性一心祈请诸佛菩萨降临法会，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身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药师如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诸尊菩萨摩诃萨。那请了佛菩萨以后还要请什么呢？就是护法善神啊。我们佛教有24、28护法善神，你要祈请他啊。所以来一心祈请佛教28护法善神加持法会，一心祈请加拿大地区所有善神、天主教上帝、圣母玛利亚、耶稣基督，加持众生。那各位这个也要，因为你要超度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他喜欢看的不是我们，他喜欢看的是耶稣基督啊，圣母玛利亚。事实上圣母玛利亚也是观音菩萨的化现啊，耶稣基督代表忍辱承担众生苦，圣母玛利亚代表悲心拥抱众生，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啊，这样你就可以融合吧啊。所以来愿护法善神引导六道有情、地狱道众生、恶鬼道众生、畜生道众生、人类有情、阿修罗有情、天道有情脱离轮回往生净土，愿诸佛菩萨加持我等累劫父母祖先往生父母、七世父母、堕胎胎儿过去所杀所吃所伤害动物亡魂造成身上病苦、冤亲债主众、孤魂众人同享法会功德、离苦得乐。好，请放掌。那刚刚我念了那么多，这个叫空性。空呢，就是让我们跟诸佛菩萨连接在一起；空呢，就是知道了六道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；空就是没有单独存在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跟诸佛菩萨祈请诸佛菩萨承担众生苦，就像各位你在合掌拜佛的时候，前面是所有佛菩萨，
后面是六道众生，肩上是爸爸妈妈，所以你为了爸爸妈妈以及冤亲债主六道众生，所以我们一起因祈请佛菩萨来加持，所以我们是受苦众生跟佛菩萨的连接点，这个很重要，合掌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一起念佛的时候，就能够把佛菩萨的力量帮助六道众生。因为大乘佛教最重视的一个心态，念一下菩提心啊，所以菩提心就是一种追求成佛啊，追求成佛目的要帮助六道，包括一只蚂蚁，包括一个回教徒，包括一个天主教徒，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生命在受苦，那都是我们的责任，这个叫悲心。悲心不是讲在嘴巴，悲心是一种承担。就像现在加拿大到处有火灾，那个救火员很紧张啊，啊，时时刻刻告诉我们不要随便起火，免得有火灾啊。所以这个世界，这个你讲三界如火灾，这个世界就像随时会有火灾一样啊，很痛苦的。然后那些救火员的责任，他一定要用尽办法灭火，他甚至眼睛都不合起来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在敲木鱼，木鱼木鱼木鱼，就是鱼的眼睛不会闭起来，闭起来就会被吃掉啊，他要保持那个警觉性。所以我想念佛，很多人告诉我一心念佛就是什么都不要管，念阿弥陀佛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一心念佛的意思就刚刚一样，我们祈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加持，我们想到地狱道恶鬼道的苦，所以我们一心念佛啊，希望这些往生的父母受苦的人众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叫一心念佛啊。也为了要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，所以我们替他们供养佛，供养佛。所以我们在家里供花、供灯，像前面这么庄严。等一下要一人发一瓶水给各位供水啊。佛经说，一个人一天超过24小时没有供养三宝，犯菩萨戒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你妈妈在家你不叫她吃饭的啊。就说你至少一定要每天24小时，一次要去供养佛。那你要不方便点香点灯，那至少来水发一下，供养水啊。那经典有说了，经典有说，在佛前供一杯水，回向给孤魂野鬼，就有84000个孤魂野鬼可以升天。各位重不重啊？太重要了！你今天听我这样说，佛经说的，你不供水就不慈悲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在佛前供养一杯水，回向给那些人类吃掉的这些海鲜啊、龙虾，那这些一年之内的海鲜、龙虾就可以离苦了，因为水可以帮助他们。所以在佛前供养一杯水，可以消除等于念了100000遍的阿弥陀佛消业障的咒语，因为水可以洗业障啊。要发财吗？佛陀说，在佛前供一杯水，等于念了100万遍的发财咒，水代表财吧啊。所以各位每天能够的话，一定要在家里供水。但是我们华人有个习惯，三杯就好，他也不要多一杯，那太浪费了。要我一天供100万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华人想说戒定慧嘛，佛法生三宝。也有时候这个思想也对也错，但是如果按照佛经呢，它是供养8杯水或7杯水，水水香花灯土果，就按照金刚经这样啊。但是佛后来又这样讲，所以各位我们都有发一个愿，要成佛啊，这辈子要供什么？来10万杯水。供10万盏花，点10万盏灯，要来圆满这个功德。那我想各位在供水就容易了啊。加拿大你点太多火，人家还骂你，供水没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有火灾，所以我们要多供水，对治吧啊。佛教里面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火灾呢？因为人类的心态暴躁，嗔恨心强，就火嘛。为什么有水灾呢？贪欲啊，贪嗔痴，贪遭水，嗔遭火，愚痴遭风，傲慢遭地震。
所以事实上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的好好坏坏，人心在影响的。所以你的身体好跟坏，也跟你的心态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叫医报随着正报转。所以医报就是你的身体，包括你的家庭啊、世界啊，根据你的心态的。所以你念一下：心清净，身体好；心清净，众生清净。世界清净，万法唯心造，所以如何心清净？叫念佛、念法、念身、供花、供水。你就这清净不是没有心，清净不是什么都不想，我专心的抄经，我专心的供花，我专心的念经，就叫清净就不会被世间的这些事情所干扰，叫清净。清净不是没有心，佛教讲空不是没有空。什么叫空？空是跟万事万物和谐。欣赏花，也懂得用花来供佛，用花来送人，但是不执着花，就叫清净。懂得使用钱，但是不要做钱的奴隶哦。叫清净，懂得使用感情，但是不被感情所困扰。佛教里面要我们不执着，却善用一切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莲花的心。什么叫莲花的心？来，一点都不执着，却充满了爱，那就 OK 了。你一执着，你就会骂，你就高兴就会痛苦。不执着，但是却充满了爱，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花，好庄严，不执着的，但是这个花可以拿来供佛，让每个人看到庄严。你要长得漂亮吗？多供花，因为你供花在佛前，让别人看到庄严，以后你的外表就很庄严，而且你的居家如花园。想必各位来渥太华，过去是都供过花吧，所以你会居家如花园，前后有花园，个人个人的因缘吧。所以就是说，因为你在佛前供花，所以你向庄严，住家庄严。希望将来呢，净土庄严，对不对？莲花世界、极乐世界。所以讲到供花，供不一样的花有不一样的功德。供白色的花可以消病苦，供黄色的花可以增加发财啊，增加智慧啊。供粉红色的花可以有好家庭、好人缘、好气氛呢。供深色的花可以消病苦，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健康，我们可以供养深色的花，希望它消除负面。所以不一样的颜色有不一样的表法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用这个花供佛，佛不需要花了，佛已经圆满了，你拿花也没用。但是因为是我们佛是我们的福田嘛。就像爸爸妈妈是我们的福田，各位记住，你拿10000块，你拿100000块给你儿子花，那叫讨债，还债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如拿1000块给你爸爸妈妈供养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供养父母，那叫福田嘛。给儿子那是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人就刚好颠倒，给儿女的多。给父母的少，那所以无论如何，你以后在供养的时候，你拿花替爸爸妈妈供养，所以经典说替父母供养，增加100000倍功德。所以你做功德的时候，你出10块钱用爸爸妈妈的名字去做功德，但是大部分呢用为儿子的名字做功德，那也可以的，还债嘛，至少他不会跟你要100万。还债嘛，但是真正的功德是为父母，然后进一步最大的功德呢，为众生。为什么？念一下，众生都是过去父母，对，由父母而衍生为众生。所以我很喜欢背这句话，来，父母为首有情重，对，就是看到爸爸妈妈，然后呢，所有友情都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对待他，父母为首有情重。为他供花，为他拜佛，为他念佛，这样以后你就会有这个感恩的心。因为有感恩的心而希望父母快乐，这个叫慈心；因为有感恩的心希望父母不要痛苦，叫悲心。
那有这个慈心悲心，你发愿，我一定要我父母离苦，哎，我轮回来尽，哦，这个叫愿力啊。你发了这个愿，那你就成为一个菩提心。所以当然这样讲不容易，所以各位你要每天都要练习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手上拿一杯水，用这一杯水，水代表清净，因为在佛陀的时代，人们如果看到国王来，就会先给国王洗脚，再给国王洗脸，再给国王香啊、花啊、好吃的啊、音乐。那后来有人就问佛陀说：“佛啊，哪一天你不在了，我们怎么供养你？”佛陀说：“你就以供养国王的方法来供养佛，就是现在的水水香花灯烛果。”那穷人就问：“那佛，那我们这些穷人什么都没有呢？”那佛陀说：“水具足一切功德，你用八杯水就好了。”那八杯水，我们也代表什么来？阿弥陀佛，八功德水，这个是最好的水，极乐世界叫八功德水啊。所以我们用水来供佛，佛加持就变成极乐世界八功德水。这个水给人家喝，这个水洒出去，哎呀，那个功德大不大？太大了。所以他们今天早上带我去游湖啊，我这个人不太观光的。观光会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游湖要把那个水变成八功德水，希望水里面的众生，我们昭虚法师来慈悲，师父鬼屋，那边有个鬼屋，太好了，我最喜欢了，我就进去里面念了，念啊念啊，是吧？有鬼你才会念，知道吧？没鬼你就会打瞌睡，所以一定要有境界，然后就会比较认真一点。然后那个他们导游又解释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桥上有一个总督夫人往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更为他念佛。所以希望今天我们大家在这边聚会，这个叫法会所做的功德，为整个渥太华的友情有利益，为整个渥太华的往生的动物亡魂都能够有帮助。这个叫空性。什么叫空性？英文叫 connection， 你必须要跟它连接，这叫母子关系。佛教的空性就是希望我们了解，今天加拿大政府也好，天气也好，种种的因缘，我们才可以活得很安详。所以要感谢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一切，包括花草树木。所以念一下，感谢太阳。那感谢太阳怎么感谢呢？我教各位以后，各位一定要每天早上看到太阳，叫拍10下。日本人是2下，不然你要拿着香拜吗？缅甸人看到太阳一定会拍10下，就对太阳的尊敬。然后呢，你就会发财，这样。所以讲到发财，你就会拍了。中国人要以有所得故，哦，会发财，用力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太阳，万事万物不能生长。这个世间，大家一定要死。太阳有这个热能，所以万事万物会成长，对不对？特别以前种田的，一定要感谢太阳公。所以佛教里面，虽然我们拜佛，但是要感谢一切护法神。千万你不要说我是佛教徒，所以我就不拜土地公。哇，你这样太傲慢了。土地公呢？你没有土地，你怎么赚钱呢？所以过去我们是拜拜土地，现在是什么？感恩土地公。土地公是财神呢，要不要发财啊？所以要拜土地啊。初一十五那个拜拜，感谢土地公，家里也没有人跌倒，做生意发财。厨房拜